大家好，我是自学红蓝点队的曾一鸣，我今天要来介绍我的作品《电竞领域的地震防灾小尖兵》。这个题目是要让我们宣导如何防止地震灾难发生。地震在花莲是很频繁的，所以要做好防灾准备，这样才可以确保安全。欣赏我的作品。有很多人在地震的时候会很慌张，不知道要怎么做。然后小精灵来跟大家说如何防止地震灾难。第一，发现掩护稳住。二，准备急难包。三，不要紧张。四，不搭电梯。然后我还有设计了一个小游戏，游戏规则是要接到急难包里适合放的物品。不能碰到麦当劳或跟书堆解衣，这样子。然后我的分数是设了5分。然后现在大家都要准备急难包，不然地震的时候才安全。我的介绍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我们这些红蓝联队。啊，请接着要继续发表的是我们紫色队伍的中正国小。